點七。我油膩得啊！定喺度添，咁点咧？唔追佢哋咩？嗰啲燈柱都要好小心，哇，我都睇錯咗，原來迎頭返嚟嗰陣時候係側咗右，我定係側咗左添，迎頭返嚟好多時飛緊都睇唔到㗎啦，是看到一點嘢，所以不要看機的姿勢來飛，是看當它成點嘢，你心中給了一個動作向前飛緊，你給個左或者右的 aileron， 千萬不要用粒打，那你看它 band 去左 band 去右，繼續向前飛，當飛機那樣飛，那才有得飛的。我現在看不到的，一點，現在是迎頭，有時迎頭佢唔係對正你嘅，你以為對正，原來唔係嘅。個 rudder 要個機校翻細，太靈敏啦個 rudder。加上個風啦，將個打橫吹。呢、这個腳架都幾靚喎，依家呢個腳架係 T-Rex 嘅，$10一隻澳幣，都幾靚。不過唔係成日都執到咁順，啱啱減價半價。嗱，而家好似果龍又睇唔清楚㗎機，我睇唔清㗎，佢究竟個頭係向正中啊，定偏咗左啊？由得佢向前飛，唔好俾粒打。跟住試俾少少 aileron， 咁你睇佢 band 左定 band 右個航向嚟定佢個 orientation， 好多時睇唔到噶，千祈唔好用粒打。如果用粒打即係轉咧，可能只機係打側橫滾 drift 緊過去就撞樹噶啦。哇！好鬼多汗啊！
粒打個鏡高一滯，好多時係橫滾啊，變咗佢唔係飛去啊，係 drift 過去嘅隻機。呢啲嘟嘟聲喎，係啲咩嘅咧？飛過去偵察一下。產泥車但已經不清楚機頭在哪裡了，見到一點而已，給少少向前動作，跟著用 Aileron 給一下四分一秒的 Rudder， 不要多，跟著用 Aileron 保持 Band， 那你就知道機殼的航向在哪裡，那你就知道了頭在哪裡。而家根本唔知啦，一隻已經迷惑咗啦。個機頭喺邊咧？我俾少少 aileron， 嗱會撞樹噶啦。一定要唔好俾大動作，一大動作就死噶啦，兩嘢就玩完噶啦。烏蠅就一分鐘，
記住啊，機停喺度嗰時候，我 lock 咗佢，跟住而家係打側嘅，我喺佢嘅左手邊。因為你隻眼只要就留一留眼一陣，兩三秒你就忘記咗個機喺邊噶啦，就亂咗龍噶啦。俾你見到新嘅影像係 override 咗你舊嗰個記憶，跟住你一驚，跟住就死啦，就亂俾粒打，隻機就 high 噶啦。向前俾動作，我少少四分一秒粒打，跟住俾 Airborne 俾少少粒打就鬆手，咁我向前飛，咁我知道哦啱啊，隻機原來向緊前飛。因為用肉眼睇咧，你睇唔清楚隻機噶，唔知佢係側緊左啊定側緊右噶，就重疊咗噶。通常俾粒打，如果向前飛緊，佢即刻會 drip 噶啦。十一分半鐘啦，要降落啦。應該可以飛到13分鐘都得啊，12-13分嘅依家，哇冇啦，揾得平啲落，唉唔好又再嚟一隻，打中個獎。哇，沙塵滾滾，嘿，時候飛翻轉 FPV 啦～